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深坑老街发福袋，也向民众来贺年。在新北市府推动之下呢，春节期间这老街的人潮回流，而侯友宜市长更是向民众推荐了深坑的在地美食以及观光景点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深坑老街发福袋，向摊商及民众贺年。新北市府每年举办深坑商圈促销活动，以及办理新北严选特色商品及餐厅甄选，推荐在地商品及店家，促进庶民经济，让人潮回流。市长侯友宜推荐来深坑品尝在地美食，像我们的深坑豆腐、黑香肠、茶叶、栗竹笋，号称深坑四宝。所以每一次到深坑来走一走的时候，这深坑四宝可以变了很多的料理。尤其我们的深坑老街是非常出名的，今天来这里走村看到人山人海，尤其我们所有的美食，不管是肉粽也好，香肠也好，甚至我们常吃的深坑豆腐，都在这个老街可以买得到吃得到。来深坑老街不只可以品尝美食，还有百年茄冬树、巴洛克式建筑群与闽式骑楼，以及近百年历史的深坑桥碑等特色景点。来深坑观光旅游，别具风情。附近有我们的很多的古迹，也有文史的地方。像我现在站的就是我们的旧的分驻派出所的前面，有八十几年的历史。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早期的拍手是什么样的风法，周遭的很多的公园有现代化孩子们可以玩的，所以深坑老街其实你来逛一天，好吃好玩，又有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可以浏览。习俗上，元宵节前还是春节，民众可把握机会来老街观光旅游，吃美食，感受年节气氛。